说这些地址不要这样子下单，要选龙华新区的，他请柬会处理的，就是同样停的，你就可以，就是他发在这里面的信息，你可以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哈、只是说同样停的名字的你不用管，知道吗？他这种的，你看他说的意思是，因为他是想让我们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址统一写龙华新区，因为你写宝安区、龙华新区，他是算了两个区的那个费用的。知道吗？他的海上就